哇哦！你好，顺哥好，阿玲姐好，你好，哎，你们好，徛到我的啦，干嘛啦？你白白查某囡仔的，那我要去徛到我的。这个不太适合我走太近哎，为什么啦？这个，那每个人的那个腰都到你的胸部以上，啊？没有啦，怎么有长这么高的小姐啊？这时代不同款，那你的时代可能哦，食饼较差一点嘛。怎么说？这么时代越来越进步，越加越好，这么赛事越来越广。真的耶！对啊。那你们是不是以前是 model 还是什么？对，其实我们之前都是在做模特的，然后因为对唱歌有兴趣，怪啦。对啊。我是先唱歌有兴趣，然后才变成 model 的。哎呦！我哎呦！不然就现场来一段台步。请问，对啊。请问你是住在台南县的麻豆是不是？你起来跟他游啊，都要护航人家的中秋节啊。住口！子扣，子扣，不是在说我了，干嘛？人两个足优秀的，就是有扣这个李树全哇。对。哦，进前因的制作人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看过你们师父那个表演吗？我没有听爸爸妈妈说过，然后有听过他的歌。但是两位表现的也不差，哎，不错哎。刚刚呢，唱了第一首歌的《妈熊的腾吉尼亚》哇。今天大概要唱到第六首，现场就人山人海了。所以这个，拿回来现场哎，这位观众朋友哦，可以赶快跟大家告诉大家，金卡电话，第五条、第五首就差不多啊。是啊，先来先看，万来看一半，啊，若无来，麻烦回去看录影带。哎呦，安尼啦。好，我继续再唱嘞。最近正在做宣传嘛，哦。对对对对，一样是有拖哈。对，对，还对，哇，对，好，来，一起来欣赏他们的歌曲。